还有我今天睡到超迟的，我电话超多 miss call， 可是我又不是很想理。哎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他还有送我这一个按摩棒 ，Oh my god， 这个太好看了吧 ！Come here, me come， smile， you happy 啊？你跑什么跑？人家这样眼都弄不到你。给你们十次的嘞，我错不了哎，已经。十次是两边算起来十次是吗？可以啊。不是不是不是。说啊、八次啊。七次啊。OK， 七次七次啊。我运动完了，现在超级累。我的手拿 camera 都一直抖，因为好没有力，所以我们现在洗澡吃一下东西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下再看要做什么。原本今天是安排我想要就是拍影片的，但是我又好像有一点 feeling 好像要来 period 了，所以我还想我要休息还是要拍影片，等下洗好澡再看呐、啊。叫 Move to Heaven。一些讲话的画面，因为刚才他在房间真的是很吵，所以我只能靠打字。现在我可以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和一些商家寄给我的一些礼物。首先是这个，它是一个保湿的 moisturizer 来的，但是它应该是 gel type 那种，就是适合油性肌肤的，还有那种不喜欢黏腻的。然后他还有送我这个按摩棒 ，Oh my god， 这个太好看了。今天我刚刚运动完，是跟你们讲，我是想要去拍东西的嘛。然后我因为要 period 了，会有一点不舒服的，所以最后就没有拍到。但
保湿 moisturizer， 哦，它的质地我很喜欢嘞。然后可是它的味道，因为它没有香精那些，所以它的味道会有一点比较自然的那种味道。现在吸收很快，你看现在已经完全吸收了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1000多的香水，它给了我4款，就是他们新出的香水，有不同的香味，就是要给我 try 一下那个香味。迪情的衣服给你们看，噔噔噔噔，它是那种哦，你会看起来会有点粗粗的布料，然后有点复古复古的感觉。你们看它的领这些的设计都很喜欢，而且还是那种 oversize 的那一种，就是穿起来好像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然后都是比较中性一点的衣服，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过后还会再拍照放在 IG 给你们看它的 details， 因为我是原本打算今天拍，但是最后今天没有化到妆，等我皮热差不多没有到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会拍给你们看的。然后原本今天我要拍一个淘宝开箱哦，运动服的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，然后不舒服就算了，我们明天再开呗。所以今天就大概是这样子，我看一下我明天还会干嘛，我继续再录这个 vlog， 这个 vlog 我应该会分几天来录，因为我要它的内容比较丰富一点，所以就直接分几天来录会比较好，因为我最近都有在看人家录 vlog 要怎样，我觉得我的 vlog 有一点闷，所以我在学习当中。好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现在是下午1:30，我还在床上，因为我来 period， 我来 period 第一天跟第二天都会比较不舒服，然后我就会睡休息久一点。但是这个月我没有吃药耶，很神奇耶！因为 normally 我都会痛的，吃 Panadol， 然后这个月我只是粘了暖暖包，哎，我的暖暖包。可以收集一下，这是我的暖暖包，我刚刚就是把它粘在我的子宫的位置，但是要隔着衣服。这暖暖包我是在代售买的，然后现在我要去吃一下午餐。我刚才跟我男朋友讲，我想要吃粥，他应该是煮了粥给我，所以我们现在下去看看吧。还有我今天睡到超迟的，我电话超多 miss call， 可是我又不是很想理，哎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！这么女孩子要 period， 这么女孩子要 period， 然后还要痛，不能了，我要去吃东西先，不然没有力哭。近期的皮肤，因为 MCO 一直熬夜关系长了好多痘，所以最近都在用修复类的产品。Come here, Mika。No, no， 不要玩我的 rubber band。你一直要玩我 rubber band 的吗？我们上次看它伸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它现在这样大了，它现在这样大了哦。吃饱了回来。床上的，给你们看，这边就是我要拍你们拍的拍下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我才发现到的包裹，就是我在 Shopee 买的 Common Lab 虽然我用完的 Toner，
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昨天我用完的 toner， 然后我发现到它跟 cleanser 一起买比较便宜，比较值得，所以我就一次过也买它 cleanser。这个是新的，还没有 try 过的一个舒缓修复的一个精华，维他命 E 的，这个是新拿来 try， 因为我最近的脸很不好，所以在要 try 新的产品。这个是回购的，很好用，可以去买，而且很便宜。这样一 set 的话好像是60块，就是这个 toner 加这个cleanser。我会把那个价钱放在这边，因为我不是很记得。这个的话也不到100。好，我们就继续休息吧。今天 order Subway， 我的是 wrap 的，它的是面包的，我不喜欢吃面包，因为太饱了。然后 cookies， 还有这个燕窝，这个蛮推荐给你们，因为我每个月都有喝，都蛮好喝的，它里面的燕很多，而且可以自己选口味跟糖分。我会把它的 IG 放在这边。order 的这个是 chicken slide， 因为我刚才讲我要很多很多 sauce， 他刚刚放很多 sauce 给我。呀，这个 vlog 我已经在剪着了，希望他可以快点跟你们见面。但是我已经剪来剪去，我发现到好像没有什么内容，所以我还在考虑着要不要上给你们。但是很多宝宝催我要 vlog， 我很尽力的在拍，但是我拍不出我满意的东西。哎，算了，我一直新的，不给你买大字，你买小字先。什么鬼哦？我有的你有不给你买大字你的钱吗？我又管不了，帮我开一下。哒哒，它有大字的吗？这个不错看了、啊、这个。是买了小的就不要买大哦，这个可以装去我的 collection 里面，我的 collection 在这边，我的 collection 八两八两，没有我那个这个招财猫很贵的咯，不是八两的。他有很感动的时候，我刚刚他现在跑出监狱了，你看。